在这个104年约到期之前，你种六，希望到期之前你种600棵，安光格有法度甲你的计成办了。难道林管处伫说明会中表示，也无办理林地续约的农民？现在林务局有今年新的处理作业规范，如果不是重大违规的农民，现在会当先拍4年的地契契约，林管处买户的农民来做林。啊，只要林地不是重大违规的林地啊，只要啊像啊违规的啊像种果实啊种种这些不是很严重的啊土石流危害严重的地区，啊我们都先给他一个短期的租约4年。过去有真侪农民是向政府承租林地做孽，而且兼种植农作物来增加收入。不过这几年来，政府为了国土富裕，积极推动林地利用，造成未少林农因为无符合规定，因此无法度续约。农民嘛伫这次的说明会当中，讲出因的意见甲心声。真侪无适合，无符合符合实实际，而且政策哦，迄个法令应该也有改啊。包括认为讲，现在所目前咱法令所规定的哦，对这林地使用的人哦，非常不利啊。啊，我是认为啊，我们要从法里面哦来根本来修订哦，让这些哈，这些林班地哈，还是国产地啊，还是台大实验林的土地啊，应该依照现况的地形使用的情形啊，来做承租的条件哦。难道林管处表示，现在对租地来原有的工料、水台的规定拢有放宽，而且予租约到期的林农会当有缓冲的机会，在无撤除原有高处的征地之下，会当暂时续约到104年的12月31日。现在林区所嘛在进行分农林业，是毋是可行？嘛将伫今年底完成相关的研究，到时会搁再决定是毋是会修改相关的法令。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